快好快，好看同学你好快呀！我歌都还没找好你就来了，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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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欢迎小鱼仔，Hello Hello，哇，大家都好快呀，大家都好快呀，我就立马随便放一首歌吧。Hello Hello，给你们看看我的外卖。哦对了，今天也是这个，今天也是我的，今天这个是我的新造型。出自我的手，怎么样？很可爱吧？出自我的手哦，出自我自己的手，是不是很可爱？谢谢大家。哎呀，不行了，今天真是太可爱了。就虽然自己这么说一点，穿短袖多，因为我开了空调，我开了空调，看。的外卖，溅我脸上，就是，终于吃外卖啦！今天是落妹吗？嗯，挺可爱的，反正我觉得今天是挺可爱的。看，哦，我点的这个是不是看着就很好吃？没有这样的马尾吗？这是我自己扎的，出自我的手。好想吃，再给你看一眼。这个叫什么？我也忘记掉了，我有点叫不来。这个就是那种炸的那种烧烤，然后把它拌在一起。冷了，有一点冷。我能吃辣，但是太特别辣的我不会吃。欢迎欢迎，麻花变好看。嗯，这是我自己炸的。谢谢老啪啪啪啪啪送出的秋天的奶茶，嗯，就随便了，先吃一个茄子吧。今天是校花，嗯，校花，嗯，不错。啊，有一说一，我点的这个特辣的。我点的这家店的最辣的感觉还有一点那个，谢谢冷水一头雾水送出的麋鹿胸针，不是点的特辣，是那家店里的最辣的，有一点点辣，就还好，一点点辣的，我不能吃特辣，这是那家店里最辣的，不是特辣的。有点反上来的那个味道，不行了，不行了，吃不了了。欢迎欢迎欢迎干的我，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就是有点发热了，就是背后都有点发热了。不行，这好像确实有点辣，确实有点辣了。我第一口吃去感觉没什么那个什么的，就是没有那个特别感觉。放水里串串，那还有什么味道？谢谢喵皇的奶茶，水瓶在旁边，水瓶在这儿，是不是很可爱？配上我今天造型，觉得水瓶真是没买错，好可爱，无语，怎么给你无语的？跟你妹妹五岁，真的很辣，真的很辣。来首外婆吧。不行，今天怎么那么辣？我之前点的是酸甜口的，我觉得很好吃，但吃到后面会腻。但这个辣的就太有点太辣了。不是烤冷面。中辣差不多，想帮我吃，嗯，那倒也是不必，那也是不必帮我吃。欢迎芒特特巴乔，欢迎爱西西，这是什么？这是馕，这是一个馕，好爽呀，这个辣的，比涂口红还红，我涂了一点点。谢谢机器人41号送的秋天奶茶，今天衣服好少女，这件衣服是我高中的时候穿的，我居然还穿得到，这衣服超级小的，我给你们看看。
可能是我长高了，这衣服超小，这么小。哎，这是我的睡裤，我的睡裤就意外的跟我睡裤有点搭配耶。包邮区吃辣的还是悠着点，真的好辣呀。晚上好晚上好，搭配鬼才是吧是吧，刚好还有点搭呢，还有点搭，好辣呀好辣呀好辣呀。你死了没有那种扁，是单纯的小，这件衣服很小，因为没有我的那个码，因为没有大人的码，我这个买的是童装的，我应该穿大人，但是我这个买的是童装，所以有点小，不行了，太大了。好辣呀，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好能吃辣呀，是来重庆之后在那边我其实不怎么吃的。我不是跟他说了，我说要加一点甜辣味吗？这就完全就是辣味。学给姐姐的孩子，我跟你说，那个小孩他现在已经50几斤了，就好夸张啊！他才6岁就已经50斤了，就是我小学的体重哎。这是什么歌？这个是一首《外婆》，这是《外婆》。不行了。7岁马上超过我，我确实有点辣。姐说甜辣口叫口味叫不会辣了，我说就甜辣口呀，看他们给我搞那么辣。我说我要甜辣口，我下次要加个括号浙江人，就有点辣。哎呀，辣归辣，该吃还吃。在头上呢，我的脸是不是红了？我在你们那边看我的脸红了吧？想吃臭豆腐的（括号浙江人）喝牛奶，我没有牛奶，牛奶喝完了。好可爱吗？你说我的发型可爱吗？我好想，说实话，我很想连那种。哇，黄衣服前辈又在线，好了好了，黄衣服前辈又在线，有点想连他，我想连他，我想连他，我想连他，等一下，待会儿连，待会儿去连他，待会儿去连他，等我先擤个鼻涕，因为真的是有点太辣，我不想吃了，太辣太辣。不然我会很尴尬的。这是外卖送的，点外卖送的可乐。嘴角什么东西？哦，这个嘴角是我嘴角干了，它流血了。
我先想一下要跟他说什么。闭眼夸，哎，那太假了吧！我每天都有涂唇膜，但是就是干，我不知道为什么。嗯，不是辣椒，不是辣椒。别晃一次前辈，就连上他。我说真的，我真的喜欢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应该会吧，应该会。你好，待会儿我把声音调小一点。你好呀。又连了，我之前连过你一次。啊，我知道，我记得。哦，你知道？嗯。那这个因为我之前来重庆之前我就刷到过你啊，抖音吗？对对对，抖音刷到过你啊。好呀。你说吧。你说我没有，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太邋遢了，我没有化妆，我就直接开直播。没有就是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好想连你。没关系，就是想见你一面。好的，好的。就想见你一面，因为你很可爱。你也很可爱。晚上好。哎呀，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还没有准备好，说实话，我本来想连你之前，就是准备一些交流的台词，但是我真的就只是想看你一眼而已。看一眼。这不会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吧？哦，没有，这不是准备好，这不是准备好的。嗯，还有就是你被猫抓啦。嗯，对，这里被猫抓了。嗯，没事，不影响。那你小心哦。好的。手机口袋进。拜拜。我挂吗？当然你挂。拜拜。平时过得很短。我是真的喜欢，好不好？哇，我怎么能说我很会呢？这是真情实感呀。没有很会。没有很会啦。这就是我真情实感。素颜在连麦，他是真的好人。最好就是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他呀。最佳拍档是一个哥吗？大小乔。哎，不是，是不是我就是谁都去连一下不太好吧？对，黄一慈前辈刚刚连完，我就想看他一眼。最佳拍档是一个活动哦，这样。他两只猫，一只叫米糕，一只叫奶糕，发对象啊啊！对，他鼻子被猫抓了，我刚问他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加他的微信。谢谢，嘎子罗送的荧光棒。我的嘴巴干了，这是被我自己抓的。有机会的。他人好好。什么这个目的？我 hello 可可爱。hello 婷姐。嗨。为什么我们俩那么熟悉都没话说？为什么呀 ？hello， 欢迎浅搜。Hello， 大家好，谢谢。说话呀！啊，洛洛，你的画脚好可爱。这不是，你不是经常看到，是真的没有话说了吗？这我经常不是经常戴吗？没有啦，就是说你想看我连麦了，就是想和你连麦了，想看看我。对，你。你夸他的假发哦，他这是假发，我都没看出来，你这是假发。
哦，你也是呀，正常看得出来。你直播为什么要带假发呀？因为我才洗了头，头很塌。哎呀，我直播间的人全去你的直播间了。大家快回去。放彩虹屁的骆驼，哇，谢谢哦哦，你直播间的嗯，切叔还送给我平安果呢，还有这个是圈圈阿爸啊，是你直播间的吗？还送了我一个荧光棒 X 呢。哦啊，我叫他们走了，他们就是不走，他们我说啊，去婷姐直播间，但他们还是留在这里，还给我送礼物呢。啊，真的吗？洛洛也给我塞好了，欢迎洛洛。播间的人来我直播间看我直播哦！谢谢李白清，谢谢李白清的荧光棒，谢谢。就我叫他们走什么的，他们还不准走，还给我刷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呢。哎，你这瓶可乐我喝过，你怎么没跟我说？你偷偷喝我可乐？怎么那是你的？那不是我买水的吗？不是，这是我点外卖送的。啊，我以为是我买水的可乐，那我买水的可乐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呀，这是我今天新开的。救命呀！你喝它的时候，难道没发现？怪不得我那时候感觉很奇怪，我说我才喝了一口，这个可乐就直接到这儿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刘婷喝可乐还多大口，但是我那时候很奇怪，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可乐它原本就只有那么多？我喝了一口，它就只有那么多。喝了一口只有那么，我说我就记得我只喝了一口，怎么就那么点了？就你喝的？我以为是我以为当时你开的时候我都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以为是我买水送我买水的可乐。什么？你买水的可乐？这明明是我点外卖的可乐。我以为是我买水的可乐。你什么时候买可乐？就是那次我买了那瓶。大水呀、啊，大水到现在还没喝完呢。刘姐，明天还你。而且我告诉你，洛洛，我的大水也不见了。我真的没有喝你的大水，因为我从来我用这个水杯从来都是楼下饮水机接的水。我给你看，洛洛。这什么呀？我的小音箱呀。好可爱啊，救命。他会唱歌吗？对呀、啊、他在唱。听听，我是真的听不见。谢谢小二的奶茶。你看我还是我会唱的歌哎。自带氛围灯，话里不少。洛洛，明天多久起来？明天多久起来？明天是几点呀 ？Hello 啊，怎么卡了？你家网不好？对，我家网不好。真的好卡，而且卡的还挺好看的。不到中午能起来，明天就是连麦就会卡。好，洛洛，我要给你挂了，洛洛，拜拜，爱你，么么哒。好，拜拜，我挂了。我也很给你个秘密。这首歌真的好喜庆，放一首《浪漫火箭》吧。诶，浪漫火箭呢？喜庆还行，特别是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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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耶，这一秒快出发，别停留，浪漫火箭正在等候。哦耶，谢谢荧光棒，谢谢柚子皮的荧光棒，谢谢正享受孤独，哦不，享受寂寞正孤独的荧光棒。这一刻，别停留，别
带着梦想升空，闭上眼想象着，无法用言语形容，期待着穿越银河时空。谢谢嘎登罗送的糖果，谢谢一念永恒的巧克力，谢谢嘎登罗的圣诞帽，谢谢黑灰化肥会挥发的荧光棒，谢谢爱鱼三六二三五送荧光棒，谢谢。有你有我感谢你，一起去旅行，浪漫的声音。谢谢谢谢国服理论大师送的荧光棒，谢谢柚子皮不皮送的荧光棒，谢谢。哇，谢谢老爬爬爬爬爬爬爬哥送出的张心很嗨森雪山星星的荧光棒，火箭站在空中。哦耶，自由。哦耶，哦耶，让恋爱宇宙浪漫，火箭已在空中。哦耶，哦耶，谢谢国服理论大师送的荧光棒，谢谢 SLLHLL 晚上好，还是那么活跃，是的，期待着穿越银河时空。我在你左右，今天很漂亮，每天都很漂亮，平平常常一足够，不怕迷路，我牵着你手，整个宇宙。谢谢爱鱼六二三五送的飞天比心，感谢你，一起去旅行，浪漫的声音。谢谢喵皇巧克力，谢谢喵皇的巧克力奶茶，谢谢小海圣诞帽。哎呀，头发散下来了，分你一点，分你点能量吗？能量还是挺多的。哎呀，掉下来了。浪漫的旅途，我在你左右。这个发型影响到我发挥了，它居然掉下来了。直播大王，嗯，还好吧，还好的程度。但是他的衣服这个掉下来了，谢谢风丢丢的糖果。这个发型真是太不争气了，它居然往下掉。我应该喷一点发胶，刚刚太嗨了。怎么办？我去找发卡。摩托车后座啥意思啊？谢谢好看同学的巧克力。哦，
个词。谢谢可可爱七七巧克力。哎，还真的，哇哦！外卖不吃了吗？太辣了。我等一下那个，我等一下那个我下播的吃，不浪费，因为上播吃我觉得太不雅观了，因为我吃辣的，我要嘶哈嘶哈。会冷掉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这有微波炉。我不叫魏，我叫钟雨荨。最甜的歌，洛洛掉血，会的会的，我已经把它加入我歌单了。哎呀，好可爱呀！我就是一个发型师，我就是一个发型鬼才。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妹子啦，落雨婷，哎 ，Hello， 在呢，我什么都是鬼才，每天都换发型，看一下，怎么办？好想念，天天戴假发，每天发型都，我怎么戴假发嘛？我不知道连谁，我好喜欢连呀。偷走了你的心，偷走了你的心吗？七七，小乔，他叫啥呀？小乔，没有叫小乔的，没有叫小乔的呢。杨乔，杨乔前辈，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他不在线呀，随便连。我看到翠玲连过飞行员前辈，我看他在线，但是我有点不敢，因为我看他们俩连线有那么一点尴尬。我就有点不敢，我在 B 站上看到，我的嗓子，我的喉咙坏了，我天使般的嗓音，它居然因为吃了那个辣的那个，居然哑了。天使般的嗓音，听到了，天籁了，上，参加999那个，我那个没怎么看，听说是有很大的黑幕呀。看电线糖，好看，这是看上去还挺好看，就是不太好吃。这首歌也是那个，也是大家让我听的。这个是因为不能浪费了嘛，就吃了。分手神曲，被王切小号再开。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忍不住吃了。我觉得不好吃，然后今天我又吃了，感觉还挺好吃的。就是昨天我又吃习惯，而且这个糖很长，它就是一个电线糖，拉拉糖，这怎么能是拉拉糖呢？为什么 NC 上吃呀？嗯，你恶心！美碧同学，你好恶心！哦，这是游戏，
叫什么？什么 Rolly T Rolly Tori， 应该叫 Tori 糖吧？前面经常这样哦。你都不会怎么样？你别考算了。你都不会，你还不去复习？你在这看录，你居然在这看本人直播，你居然说你居然不复习，这你能考过吗？我社交牛症，已经学累了。你一边学累了，一边还想过，你想得到美？六级比六级更重要。嗯，你可以考完再来看我。英语成绩咋样？交际花，我怎么就成交际花了？啥时候不当门卫？啊、嗯，等到波波，等到波波老板给我们换一个宿舍，我就可以不当门卫了。明天看新公演吗？新公演不是后天吗？明天是你一辣子呀。你怎么能叫小梦呢？不是明天，真的不是明天。我已经确认过了，我们的公演是在星期天。这糖挺硬的吧，反正不太软。还是对的。说实话，除了重庆的，我都还没有看过呢，可以看一下。唱素颜，明天唱素颜，因为大家不是说我唱的好听吗？晚上好，晚上好 ，Hello， 大家好。唱素颜哦，家人们。圣诞服装是真的很好看，不是我说，圣诞服装是真的很好看，大家敬请期待吧。为什么不期待？但是我穿着肯定好看。没有圣诞 emo 了，为什么没有圣诞呀？为什么呀？还没收到，但是我估计明天后天肯定会收到了。啊，不摇铃，不摇铃，没有摇铃，没有摇铃，打咩？圣诞加班，哦天哪，好可怜。啊，不过圣诞节不是中国的节日。可以理解啦。要光剑，光剑是什么东西啊？谢谢 V R Y K O L 送的玫瑰花。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柚子是圣诞老人吗？要加班。哦，抖音上光剑变身，哦，我知道了。圣诞天是周六，周六还有那个吗？周六还有那个什么吗？给你们稍微的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啊。哎，那叫什么？圣诞服装。等会儿，拉雪橇，我不是拉雪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梗吗？搜不出来，我真的好气，好卡，太卡了。
这个网络太卡了，我搜不到，换一个网。我给你们偷偷看一下，给你们在直接播的朋友们看一下我圣诞的服装，你们就知道有多好看了。123321，偷拍服装看看，还不来换？影响弱者直播？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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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不是这个，不是公司网的问题，而、啊、是我自己的问题。哎，为什么加不进去啊 ？WiFi 密码都改了吗 ？CKG 啊 ，CKG。别霸扣钱，波波意思，波波意思，好着呢，好着呢。把密码改啊！不敢不敢，改成骆雨婷123321，不好吧？不好吧？不好吧？连上了，连上了。啊，你的意思是要把 WiFi 密码改成骆雨婷123321吗？拜拜拜拜，柚子皮，好可惜啊！你待会儿再走，待会儿再走，你待会儿再走，柚子皮，我现在马上给你找出来。Oh yeah. 好看吗？我要穿这个。好看吗？可爱吗？可爱吗？是不是很可爱？这是一个小树的造型，这是一个小树的造型。啊，这是一个树吗？对，而且我也挺喜欢小树前辈，他跳舞好好看。好可爱，是不是？一起去旅行。人小树，他现在在直播吗？我想把这个扣起来。这次又不演人吗？好喜欢浪漫火箭，这首歌真的好喜庆啊！特别是，就是这个动作，哒哒，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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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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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就很像过年的一样，很像过年的一样。不想看攀爬大会。Oh yeah! Oh yeah! Yeah, 这时候应该扭屁股。Oh yeah， 到尽头，这一颗心跳动，带着梦想升空，闭上眼想象着，言语形容期待着穿越银河时空。拜拜柚子皮，谢谢谢谢。虽然说我每天都可爱，但是这件事真的很可爱。虽然说昨天、前天、大前天之前的每一天都很可爱。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爬哥的荧光。浪漫的声音，刚很像社会摇，不是吧？谢欧弟，谢谢欧弟的巧克力，拽，拽不拽？谢谢 S J Y 送的巧克力，拽姐，有人敲我的门，是谁呢？我在直播。你们刚才群里面消息回一会儿，开始。啊，你能不能稍微回一会儿？回了回，孟总 ，OK， 那你回一下他。但是我现在直播可以回吗？嗯，可以回复的，可以不回复。OK。
毛一涵前辈，是毛一涵前辈。谢谢谢谢，这个就刚刚罗送出的荧光棒，谢谢。对对对，那我赶紧先回一个消息啊，赶紧回一下我们孟总的消息，因为孟总的消息可能很紧急。Hello， 回来啦。我在看他的信息。读一下弹幕 ，CPDD 啊，你怎么来找对象啊？惊动孟总了，什么事情？就是一些，啊，怎么还打牌了？就是一些那个外物的事情，但是。太没意思了，打扰。哎呀，不是我说，这个是妹妹同学说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在我，不是在我的门，不是，不是说不要门，不要在门边，没有外物，没有外物，是上次外物的一个总结啦，一个总结，一个总结，我没有外物，我没有外物，我没有外物 ，no no no， 没有外物，现在还没外物呢，就是前几天一个外物的一个。然后就回了个信息，因为就回了个信息，让波儿来直接播说。他在生气呢，就咱还是不要去招惹他。波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嗨呀！歪物，这这这还早着呢。我跟许嵩合唱今天。对他三电视视频好火呀。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画点世界想象中模一下模样，妹妹的妆，我要晃在舞池中央。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很合适吗？真的吗？素颜的露露好看，可是我今天化妆了呀，可是我今天化妆啦。好什么好啊？你说是好是吧？照光街偷笑别人花落脸。谢谢大家来参加，谢谢大家来参加，我跟许嵩的演唱会，谢谢。不差任何的表演，别怀念，怀念也回不到从前。明天我就唱这首，大家敬请期待。出示一下门票，一次退场什么？这真的不算难听吧？开始退场，不要走，大家不要走。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拜拜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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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辛苦了。竟然
化了妹妹的妆。哎，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唱歌，真的很难听吗？不会吧，我觉得这个唱的其实挺好听的。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我觉得我唱女生还是很适合的。条件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谢谢国服理论大师送出荧光棒 N2， 谢谢理论大师送出了荧光棒 N2， 挺像假唱，为什么？你的眼睛说好听了，哈、啊，那你的耳朵说好看了吗？你的耳朵说好看了吗？谢谢爬哥的荧光棒 N2。我怎么这个叫舞台效果？这个真的已经很接近原唱了呀。耳朵下单了，一只猫它跑了，谢谢送出荧光棒叉，哦不对 X， 我的手指说好听又好看啊，好听，就很像原唱，很接近吧。舞台任何的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谢谢布奈送出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嘎德罗送出荧光棒。明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六啦，明天星期六了，终于下周末。哎呀，怎么又是这首歌？不能老是放这首歌，老是放这首歌，你们就没有新鲜感了，就没有新鲜感了，怎么办呢？那我该放哪首歌呢？我该放一首外婆吧，来段拉谱，唱首儿歌，还是周杰伦听着舒服。新航路，夜蝶，夜蝶我听过，我还看过那个视频呢。不用谢。所以来说什么歌呢？SPY 又是什么儿歌加一？新航路是儿歌吗？不是啊，为什么要说放新航路儿歌？没有新航路儿歌啊，是这个呀，聂蝶的那个好看的视频，看得我都发热来了。 SPY 哦 SPY，哦，这是 Spy， 我听过 Spy， 我听过呢。对对对，我看的就是那个，看的是一个 MV 的视频。落宝会打扣吗？怎么打扣啊？这样打扣吗？ You hey you hey， 这样吗？ You hey you hey， 哎哎，杜雨婷，这种是打扣最好的。我记得还有个什么赛亚什么的，卡哇伊。保证震惊。冒险 ，Say Pino 一级棒，呼呼。第一 rap， 啊、哦，特好笑，特好笑。有一个关于这个前辈的，就是之前有一个。一起的一个，哦，我不连，我只是想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许阳玉卓前辈吗？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五七，但他现在已经走了，就是他没出道，他走了，我不连，然后就他走了嘛，就是他那时候说什么？我好喜欢那个许阳玉屯前辈，我就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都不怎么关注了，他都不会说什么。然后面我就一直没有跟正他，因为他一直说他很喜欢嘛，他一直说他很喜欢，
我在想，就是喜欢吗？然后后面我忘记是谁了，我忘记是谁了。然后跟他提醒了，我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提醒。他说是，反正就是五七的另外一个人提醒。他说那人家叫许阳一坨，不叫许阳一屯。这还挺好笑的，应该是刚粉上没多久吧，老 H 屯了。突然想到这个，感觉好好笑。就是有一些给他讲的故事啊，我不敢。小林前辈，我可能也给他唱 rap。别，这些当背景的歌曲能听到吗 ？No， 我不会，我不连。No， OK， 打咩 ？OK， 打咩？看看，啊，我看看有谁。看一下啊，有一个经常问，但是我觉得我跟他说这个，他也会不知道说啥的吧，他应该也会挺无语、挺尴尬的。我不敢跟他说这个事情。我看到那个 CKG 的前辈有一个在直播，但是我还没有见过耶，他叫张佑宁前辈，但是我还没见过。说没事，我觉得四面楚歌这首歌好牛啊，就很牛。他是四 K 第三期，谁？打咩？他在广州大义哦。这首歌真的好帅呀、啊！还有那个歌词，送出来好几个狗，认养那么多狗，什么。螃蟹从床上跳起来打我，为什么呀？我想连笑还是不连了，今天已经连过好几个人了。别问，想到去问我前辈。连吗？可以连吗？我无语了。哦，杨姐 rap 厉害，别连 FQ， OK， 跟你说，雪老师催视频，其实我们已经录好了，我待会儿再传给他，我在直播。小乔他没有在直播呀，没有看到有一个小乔的。我这个列表里没有呀。哦，梁乔前辈没有梁乔哎，这个列表里面不知道为啥没有。梁姐挺照顾后辈的。谁会真叫小乔？艺名可能没开，但是我去连他，真的可以连他吗？那我去连了，那你们帮我想一下话题吗？杨姐可以学 RAP。 我看一下有什么 RAP 好听呢。叫 rap。 晚上好乐婷， Hello， 欢迎零零后聚聚 rap， 他一定喜欢。
跟他合唱。哎，管他呢，连麦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试试看，冲，冲，哈狗帮，哈狗帮，那不肯定吗？家人们，哦，Hello，Hello， 嗨，你好，嗯，你好，你好，前辈你好，我是四 K 姐富泰，前辈你好，我是 CKG Forte 的武器师洛婷。你好。你好，前辈。怎么缓了？怎么了？想连你一下吗？就是连一下。然后连一下。哦，前辈你不要害怕。我没害怕，我就是有点社恐。紧张。说前辈害怕了，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我有点紧张。自我介绍就可以了，先唱吧。嗯，前辈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啊。嗯，你想听什么类型的歌呢？R&B。RAP， 你也喜欢听 rap 啊？R&B 哦 ，R&B 啊，这样，嗯。那我可以给你来首陶喆的歌。好呀，你来一首，我就当我的安眠曲啊，不对，催眠曲。然后我就睡觉了。什么？你快吧。OK， 你喜欢听什么哪一首歌呢？哪首都行。OK， 那我来了哦。那我来个那个吧，那个青春有你的那个比较火，而且又有 RNB 又有 IAP， 怎么样？行，你快来。OK， 我开始了啊，我马上就好。一句话想对你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多少个白天黑夜跟进脑海里，你总是出席，是回响在我的耳边的 melody， 深深爱着你。melody，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爱过你，从心里只能浅浅叹息。melody。幸福在我生命，爱过你，只是你我才知道要珍惜。我不敢唱 rap 了，我下次准备很好的再来啊。你还来呀？哦，不，我希望现实生活中能与你见面。好呀。现实生活中，嗯，期待与你见面。拜拜，谢谢前辈。前辈，晚安，休息，晚安。小后妹不要这么晚直播，太卷了，前辈很难生活。拜拜，晚安。拜拜。怎么办？不行，这次真的，今天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有人跟我说他参加过《青春有你》，不是，我看过《青春有你》。我知道，但是我连他的时候，我突然就不知道了。那这岂不是？就是我看过《青春有你》，但是我去连他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点关于《青春有你》的记忆都没有，就是我刚刚就是一整个空白了。不行，这太不行，太拉垮了，我真的不敢再连任何人了，今天我真的不行了。不行了，这真的不行了。哇，我刚刚就一整个傻了，知道吗？就是我刚刚看到有人说，我就是太傻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苏珊珊前辈也是亲你吗？不，不连，真不连，算了。太恐怖了！哎呀，我刚刚是真的太紧张了，因为我看到过电视，我看到电视，
我看到电视上见到的人了，因为我来这之前我还看过青春有你呢。嗯，我看过青春有你，所以我有点那个什么，就是青春有你我是真的看过，我是真的看过，这个我是真的有点紧张了，怎么办，我是真的看过青春有你，我是真的看过的。不连了不连了不连，真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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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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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不是，我是真的看过青春有你，但是我那时候脑子里真的是空白了。 No no no， 不行了，不能再连了，不能再连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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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真的好紧张，我真的好紧张，怪不得，就是我不在直播的时候，我是知道他这个前辈他去看过青春有你的，但是我直播的时候我是真的空白了。原五分钟再连，哦不是，还不连不连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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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还好没跟他讲笑话，就是呀，嗨呀，怎么会这样子？我真的不愿再听这首歌了，这首歌我不愿再听，不要再连了，不能再连了，不能再连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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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太紧张了。啊！我就像一个小丑，我就像一个小丑，我怎么好意思唱 melody 呢？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好尴尬呀！我唱到一半，我突然看到他说参加，我脑海里的回忆，我突然就回来了，我脑海里的记忆全部都涌，我脑海里的记忆全部都涌了上来。怎会如此，怎会如此，今天怎么会这么短路呢？小玉屯，真的不是我说的，是之前来参加但是没有，最后没有出道，他选择了更好的路，就那位朋友他选择了更好的路，不是我说的，没事的。啊，不是，主要是我太短路了，刚刚真的是，就是每个人走的道路都不一样，就是祝他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我以后要狠狠的喜欢他。谢谢 A A I N G， 没事的，就是刚刚就是有点像一个小丑。怎么会如此？怎会如此？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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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安慰我，不用安慰我，我已经心里已经慢慢可以接受了。不要安慰我，不要安慰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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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安慰我，不必安慰我，这个有点太卷了。哎呀，我不连了，我不连了，我真的不能连了，我真的不能连，我脑子太短路了。多几次练习就好了。哎呀，什么呀，这个欧弟同学。不连了，不连了，连个父母扇吧。啊，不不不，算了算了，不连了，不连了。一边说了不连了，又去连个父母扇。我真的很喜欢连麦哎，我发现。不连了，不连了。不没事都不连了，不想连了，就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多没意思呀，两个人讲话多好玩。哎，他在干嘛？连闪闪，好吧，那就再连一个吧。哎，他的头像是可口可乐，我今天喝的百事哎。啊，为什么傅美善拒绝我？为什么？他凭什么拒绝我呀？我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他再次拒绝我了。我也不喜欢喝百事，我也不想喝百事。他凭什么拒绝我？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他哎。你看我的五花肉，
什么花肉？他在连，在连的时候不会盲线吗？这时候你应该夸上周合作伙伴天赋可乐，天赋可乐是真的好喝，是真真好喝。头像什么头像？哎呀，我好失落呀！他居然拒绝我，他凭什么拒绝我？赴美上准备连小树啊 ！Oh my god！ 他卡了，他卡了！哎呀，我不连了，我真的太丢人了！我不连了，我不连了，我不连了！哎，我今天真是不愿再连，截胡他，我不连了，我今天不连，连麦不唱歌就好了啊，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但是我好喜欢那个合唱的那个前辈，叫白馨宇前辈，我好喜欢他呀。我觉得白馨宇前辈现在已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前辈了，嗯。长得也漂亮，唱歌也好听。棋逢对手没有啊？他唱歌比我好听很多呀，他唱歌很好听啊。我觉得他昨天唱的还真不错。嗯，百姓前辈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前辈，而且他的发色也好好看，而且他居然之前是 CKG 的耶。而且我还喜欢李珊珊前辈，李珊珊前辈我也喜欢呀，李珊珊前辈我还跟他合影了呢，刚刚还说喜欢六六呢，哎呀，喜欢呀，喜欢呀，这么多个人，六六喜欢，七七前辈也喜欢。那我们喜欢你，谢谢谢谢。哎呀，小树说我喜欢他，我真的不好意思遇到一个就说一个喜欢了，因为哦比较危险，不能乱读。就是我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说喜欢什么。不乱脸了，我刚刚真的很尴尬。我很 BLX， 我非常的 BLX。 小树前辈，哦，我觉得他看着就好和善，我觉得他看着就特别和善。我博涵可以很，小树人很好，对呀，我觉得他人，他看着人就很好，很温柔。连麦可以多联络感情，但是我刚刚就唱一个小丑，我怎么好意思唱一个 melody 呢？我连后悔一个晚上，我连了后悔一辈子啊！救命啊！我真的后悔一辈子。问题和弹幕不用全部都读 ，OK OK， 知道了知道了。是我们的黑肉，就是说咱要。把脑子清醒一下，清醒清醒。太可怕了，啊不不不，不是太可怕了，就是我。刚连谁了？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哈。我明天就唱一首歌，我明天就只唱一首歌，我明天就只唱那个素颜。一个人好无聊的，没有啊。喜欢比较乖还是比较花？我的话应该是比较花的。谁不爱看美女？一首歌那不去了，但是我没有 NC 呀。MC 又来了 ，MC 又来了。
你明天要过来吗？你明天要过来吗？明天来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明天来不了。明天过来，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来不了，来不了就下次见嘛。你是不是说圣诞要来来着？收到，什么好的收到？什么呀？怎么办？我现在脑子好空白呀，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太空白了。怎么办？我也想来，怎么办？只见过洛洛一次，我什么时候能再能见洛洛？圣诞也来不了，只能都成都巡演了。我们会有那个吗？我们会有成都的巡演吗？我们会有那个什么成都的巡演吗？什么时候再能见洛洛？我直播你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我啊？就是，虽然说线下也比较好看吧，但是直播其实也还可以啦。明天还要搬砖睡觉了，拜拜。哎，明天周六你要上班吗？上海巡演，理论上是两个月一次两场。李家花的前辈，江浙沪人员，我就是江浙沪的呀，我就是浙江的呀。是的，要上班。加油加油，我明天也要上班啦。好巧，明天也要上班，我后天还要上班呢。哎，也不是，我应该是每天都要上班。以前一般两月一次。对呀，我哪天不上班？好巧，我才发现我明天也要上班呢。明天后天都要上班呀。搬砖没有辛苦天，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家都有。晚安，三七七，晚安。谢谢三七七的荧光棒 X， 谢谢三七七。谢谢三七七，只能看上海，别太远了。谢谢 HJY 的巧克力，谢谢。哇，谢谢鼻毛扎嘴的巧克力。谢谢小李不是舔狗的荧光棒 H2。我这些队员们真太让我生气了。谢谢一只猫跑了送的糖果。真太让我生气了，你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小老师走之前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我们跳完舞蹈，就是他走了之后，我们还要跳舞，哦，也不是生气吧，就是还要跳舞，然后录视频嘛。对。要跳舞录视频，然后我们录了四首，然后一首是 New Newton， 然后三首是别的歌，然后呢他们都说他们手机没电什么，还什么手机没电还什么，然后他们让我录，然后我录了，然后我录完之后我就发群里了，因为我不敢发给雪儿老师，我发给我们跳舞人的那个群里了，然后今天雪儿老师来要视频，然后他们居然都说，他说视频还没有好吗？然后他说，哎，他说啥来着？刚那个微信弹出来，他说录了的在洛洛手机上，我怎么敢发呀？我怎么敢发给雪儿呀？我都已经发在群里了。就是我是真的很害怕，他们都说手机没电让我录，居然要我发，真的太可恶了。我那时候就很害怕，我那时候想着千万不要让我发呀，就是我提早发到了我们那个群里，然后他们竟然说在我的手机上，我都发群里了。
我到时候下播之后还要把我到时候下播之后还要把视频再发给雪儿老师看，不可以把自己 P 掉的，但是其实也还好。雪儿怕睡着了，正有此意。因为呢，我最开始是打算等他差不多睡觉的时候发。哦不，我最开始打算不是我发，我想的就是发到群里，谁勇敢，谁是一个勇敢的人，谁就发给雪儿老师。结果他们都说在我的手机上，怎会如此？我本来就想着谁比较勇敢，谁就发给雪儿老师。结果大家都是胆小鬼，看来今天只能我发了。老师是不是经常点我名？哎呀，那可不，小老师就是经常点我名，那可不嘛，就是那种特别关照，就别人做那个动作说若婷你做起来怎么那么丑啊，我说真的没有，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看着是一样的，但是他看起来可能就不一样，就很奇怪。我本来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晚一点发给他，就他已经睡着了。你会很好的，陆广仲当然啦， SG 来了歌词里不就是有那个吗？宅男又说到我遇见陆广仲这样子，连麦太多大家会觉得我很勇敢，不是啊？我懂你意思，我真的不敢连了。其实刚刚真的说实话我有点后悔，首先我没有发挥好，其次哎呀反正刚刚那个是真的。先撤落宝，晚安 HJY 晚安。我喜欢听卢广仲的我爱你，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听那个。我听这首歌我就哎呀什么呀，谢谢一路向北的圣诞帽，主要是我听这首歌我就拜拜，听这首歌我就比较放轻松。好不好，就让人感觉听这首歌好开心啊。综艺你这个陈傲啊，你是哪里人呀？你是哪里人呢？广东人。我的姑姑，我亲姑姑就是广东，就在广东。我姑姑她之前就生活在广东，然后她现在在香港了，因为她嫁给一个，因为她嫁在那边了。我还去广东玩过呢，虽然是好早之前了，是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那边都玩了一下。啥呀？我爱 CKG。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我现在在读大学，但是我休学了。没有，不是，这可乐哥，不是，那边我都去玩过，我去过哪儿？我去过深圳，然后珠江，然后香港、澳门，还有哪里？哦，珠海，说错了，不好意思，我想什么？我想到珠江三角洲去了，想错了，珠海，然后深圳、香港、澳门。其实我觉得澳门比较好玩哎。珠三角玩了个遍，主要是深圳、珠海、香港、澳门。澳门好玩吗？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忘记掉了，很早之前澳门赌城我去过，但是那时候我是未成年，我进不去。但是我就去到有一个，我那时候记得我去了一个什么，可能叫什么，是澳门威尼斯，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大钻石？它有个大钻石下来那个表演，我小时候看那个感觉还挺好看的，别的没什么印象了。我就记得有个超大的钻石，因为那时候我很小嘛，以我的视角来看，它是一个很大的。如果现在去看，可能就不太大了。那是不是叫威尼斯呀？我不记得了。然后它上面还有那种假的蓝天，它那个上面有个假的蓝天，然后那里面都是一些专柜，忘记掉了，太久远了。是威尼斯吗？是啊。哦，还就是我比较想去内蒙玩，我下一次如果说旅行的话，我想去内蒙或者是云南，或者是内蒙云南，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西双版纳，我想去。澳门塔蹦极，我不敢，我不敢蹦极，我真的很惜命，我真的很害怕。我说的云南就是西双版纳，我那时候说我想去云南，我的意思就是我想去西双版纳玩，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吧。因为之前我在义乌的时候，我很喜欢吃一家烧烤，它就是那个西双版纳烧烤，那个老板娘是西双版纳再来义乌的，然后他开了一个那个烧烤店，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去很多美美的地方，舒心。他们有那个辣椒，他们好像有那个水果蘸辣椒，就是什么青芒还是什么，就是蘸辣椒。有没有可能是老板娘手艺好？而且那个老板娘长得也可漂亮，就很漂亮，就是辣椒面一样的东西，就是辣椒面。疫情好了，我们每周都要去看公演，看我们的吗？留恋，希望美女落入青春。就是那个老板娘确实还挺好看的，上海的，重庆太远了。OK， 去吧。东南亚泰国风的哦，我还很想去泰国。本来就是，那是哪一年？2019年。那时候本来还说，我姐姐说，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姐夫，就是一起去那个泰国嘛。但是那时候爆发疫情了，就一直没去。本来我姐说过年就在那边玩的。Oh my baby， 原来你早已带走我的心。不着急，国内现在挺好，不出国先。听到爱听的音乐，想熟悉的你，快要陌生的走去，可能触景生情哈。我想我都不属于自己，或许自己的心情不再删除那记忆。看不见你的时候，勉强的我好累。很对，那么也请你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让我每天都带着安慰入睡。国内挺好的，我也觉得国内挺好的。浙江现在危险，现在 rap 不错，现在这个 rap 其实很慢。请你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让我每天带着安慰入睡。就是这个比较慢的，我就可以很好的唱出来。浙江现在危险，我妈给我发信息了，我叫她注意安全。你们知道义乌国际商贸城吗？你们知道，就是那个福田市场，就是国际商贸城，小商品卖
就是那个他那里有上万个摊位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很多人嘛，就是很多人，然后我姐就在那里，就是我妈还说担心我姐姐，因为疫情不是挺严重的吗，而且我怕我过年回不去，我过年我希望我回得去，而且会不会被隔离我都不知道。就主要是人太多了，而且有很多就是那边有很多就是外国的嘛。说到我姐，我这么担心我姐，我姐以为我在杭州，我姐以为我在杭州当偶像你知道吗，我姐已经好久没给我发信息了，她昨天还是前天给我发信息，她说在不，我说在呢咋了，然后她说杭州最近疫情很严重，就是让我小心一点，我傻了，我一整个傻眼了，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然后我不知道回什么，我就说我好像回的是我在重庆，还是说可是我在重庆，我直接跟他说我在重庆，我无语了，我真的是太无语了，就是感觉上次他是很关心我的，感觉他是很关心我的，说什么杭州有疫情让我小心点，但是我在重庆呀，所以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他为什么会觉得 CKG48 在杭州呢，为什么呀，他说杭州疫情很严重让我小心点，我傻了，我傻眼了，关注了但没完全关注我真的傻了，他让我小心一点，就感动了，可能就晚安连麦再见，什么连麦再见，是明天吗，是明天 live 吗，你说的是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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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特森，明天去不了，快一点了我也不熬夜，我马上就我45下，我45下，哦不，我把这首歌放完了我就下了，48下，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我现在不火吧，我怎么火啦，就是不火吧，吉利寿司在48人48台上整点啊，这样这样是是是，让口袋下口啊，不对，让姐下口袋48，跟你说就是好像苹果系统，好像苹果系统那个，好像苹果系统那个口袋现在好难下的，苹果系统有限制，国外可以去，嗨，我姐她哪会搞这个呀，我觉得我姐她都不会，她都不会愿意为我花钱去买那个什么，她都不会去买 VPN 来下载口袋48，因为我姐她居然以为我在杭州，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到底是一整个怎么想的，我到现在还说出来还是有点无语，我到时候把那个截图发在那个口袋48那个房间里，我给你们看看，我真给你们看啊，我一整个傻眼，遗传了是傻乎乎的，我还担心他呢，我还担心他呢，我说哦小心一点，我还担心他在那个市场里，他竟然说我在杭州，荞麦花开2016，谢谢荞麦花开2016我送的巧克力，在新人里蛮火的，上了好多次塞纳和沙儿雕 boat，是我待会儿去搜一下，我待会儿去搜一下大家的评价如何，
微博的，不知道沙雕 bot 吗？我到时候去搜一下。我好像有听说过，@我。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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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只知道 8848。我只知道 8848， 这个，就不要说，就不说全名了啊。你们知道 8848 哦，不对不对， 8848 吗？新人里面，哎呀哎呀哎呀，还好还好，全是轻松内容，都不想看。我来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个，我来之前我都不知道，就是这些营销号的，我都是来了之后才知道。马上就48分啦。什么意思？就是只有我是沙雕吗？谢谢陈奥安送出的平安果，珠穆朗玛峰高度8848米。是我最沙雕啊，还好吧，就是我比较开朗活泼，我比较开朗活泼，然后是的，我刚刚只是在说珠穆朗玛峰而已，我刚刚只是在说珠峰而已啦。特别适合做偶像啊，是吗？是吗？是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先发现我啦，就是你们先发现我啦，谢谢你们。只能说是你们真的是很会使猪哦。见证我的成长吧，大家见证我的成长吧。会员十株，谢谢爬哥的糖果。什么？怎么是这个猪嘛？是珠宝的珠，珍珠的珠。期待周日，敬请期待吧。我这次表现的肯定很好，我已经有点信心了，我已经有点信心，我已经挺有信心了。这周我已经很有，不是很有信心，我这周已经挺有信心了。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自信了，你可以看到我慢慢的那个了啊。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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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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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走。